杀了你，取回光环，才能整一切。你好，我叫张伟，我是曾先生的代理律师，大家都是本家，给个面子谈一谈，好吗？本家，那我下手利落，得罪了。李飞，怎么还有？李飞，快跑！潇洒不？老子的四川，想打哪个打哪个。We are family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后悔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张启明呢？不知道啊，他说是搞飞机了。我才是功臣，他全程失踪，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。他不搞飞机怎么能搞得到飞机？我开个自动驾驶。是哪门子痛啊？谁说你？知道吧？人家用生命送的快乐，你们还不对。在秦林写事情之前，胖子和吴婷就跑过。小哥哥。